主席，我请我们内政部陈部长。请陈部长。好，我今天国发会没来哈、哦，国发会也有。主席，我请我们国发会今天有派员吗？有派人。我来，请。我们请国发会的专门委员蔡宝炎，是不是？他到了吗？好，在后面哈。那个我们出席的官员尽量坐到前面来，好不好？好，不告微堂贼啊。这边后面这边应该后面那边全部都是，全部都是吗？慢慢来行，不要紧啦。部长，我先请教你啊。部长，你迄即马馒头安尼算算到剩几粒？无详细算啦，大概两个月啦，两个多，两个多月。啊，刚弄着在算馒头啊啦吼。其实啊，我看虽然距离到520啊，你这个政治卸任啊，还有把它算一算，啊不，3月9号嘛，叫七十天嘛，两个月时间呐、啊。该做的事情，其实啊，我认为啊，还是啊，要在最后这几十天里面呢、啊，留下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身影了哈、哦。我要继续来延续着我们李金玉委员昨天所在提到的所谓的绕军捐的问题啊哈。我听绕军捐哦，咱行政院长张善政在答询的时候，廖仪讲的啊，用这部分呐、啊。干那去妇联会哦，差不多要1000亿啊，969亿，对不对？这你知影吗？昨天院长是这样说。对，院长还没有讲以前，你晓不晓得这个绕军捐流到妇联会是969亿？我不知道，因为他这个钱是透过啊税务系统收的。是啊，连你都唔知啊，靠什么人来知？绕军捐是三分之一流到妇联会，三分之一讲流到去啊，无对嘛？你嘛拢唔知影，军有色啊！啊，即个社团拢总有甲咱内政部登记无？有，有点。啊，讲甲你登记啊，登记一个爽的尔，好开心哦！拢总我内政部在管呢。军有色的部分，他的这个是人民团体，是啊，他是有每年有经过会计师签证以后，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财务报表送到内政部来备查，但是啊，在啊，这个妇联会的这个部分呢、啊，它是属于政治团体，所以啊，它没有。我的结论呢、啊，怎么办？你给我70天嘛，真的呀、啊，整个绕军捐的流向，这个财务到底要不要公开？要不要透明？我相信呢、啊，从1950年到1980年呢、啊，这个整个几千亿的，从民众的民脂民膏。所抽取的这些钱啊，这些团体一定会跟你讲用到公益啊，大部分会跟你这样讲啊。我们的主张是人民团体，不管是政治团体或者啊，将来我们有政党法的里面的政党，我认为都应该要财务公开。当然要公开，但我这边讲的是这条，你讲的是往后看，我讲的是说这个无头公案，你袂当逐天里啊馒头。明仔再搁减一粒去啊！明仔再搁减一粒去啊！这个代志伫你下任以前，我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目标？阿伯长，这个刚才昨天院长也讲过，这个相关的啊，这个法令现在是这样，但是啊，这个啊，像这个我们啊有的资料，我们也一直希望他能够提供说明，但是啊，包括税的包括的会计报表的部分，希望能够。啊、送来，但是妇女会啊，从来没有送来，唔插你嘛，对吧？啊，现在法令，因为它是政治团体，我们并所以、啊，其实大部分的政治团体都没有报财务报表啦。我听你这边就是要搞本席工，你足艰苦的啦。妇联会连插都不爱插你啦，讲个歹听就是安尼啦，对不？啊，我比这边问的就是讲，你这边信誓旦旦是往后看，你这边要救抓别人死的，你的意思讲你无法度。你70天都无法多做代志，我会把新的资料来交给新上来的政府。好了，哪怕是这个心态，那本席要问你哦，你在520可以交哪一些资料给新的政府？其实以我们部会来讲，所有的档案、啊、都是
啊，按照接受档案法的这个限制，都在档案里面。所以，在你卸任之前，针对廖军捐，针对妇联会那个捐的、啊、收多少，其实是在财政部啦。捐多少，收了多少钱是在财政部啦。对了，阿丽、啊，我多到做啥无啦？人民团体主管机关是咱内政部嘞。我们现在啊，其实我们人民团体法的修正案，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我们要送到啊这个立法院来审议。这里面所以你要告诉国人同胞的，就是说，只能透过内政部透过提案修法的方式，其他完全这是往后束手无策，往后看嘛。啊，往前的部分，回头的部分，往前部分，那过去拢总是老百姓的钱呢，不然恁家亲戚朋友大家拢交有到的呢。你总是要有一个态度啊，说我该怎么来处理啊？不，这甚至可以讲说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呢。态度上来讲，我们啊、没办法，想法上跟大家一样，我们都觉得应该要公开透明。啊，你敢那有想？觉得应该，你敢那有想法呢？你主管机关，你敢那有想法？你就是认为说，针对整个廖军军，内政部是完全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捐呐、啊，是从财政部去的。事实上，你就把老公传播弄上我内政部干了、那个。你也可以讲说跟内政部完全无关，也可以啊。我没有先说你答案呢、啊。他因为他是在我们这里登记的团体，就这一点我们有关啊，所以其他都跟你无关。捐的收入跟交给他、嗯、交多少？啊，那个啊，那我问两下，跟你有关呢？这条跟你无关哦，啊，那都。那你开庭，那记名笔录跟你都无关。哎、欸，我地方我要请教你了哈。今年在选举的时候啊，我看那个前几天有一则新闻呐、啊，那个时候大家忙两三天呢、啊，大家忙着选举啊哈。哎，起码那新的身份证啊，那个本席在这个地方问过你好几次啊，身份证起码被用晶片啊，对不哈？起码过来的自然人凭证。健保卡、身份证，欸、我感觉你这个构想袂歹呢。但你不告不要身份证，然后变一卡通，哦，一卡在手，妙用无穷啊！这个如果带给国人方便、隐秘性，各个配套做得好，本席其实也不反对啊。但是呢，这个整个一月份新版的晶片身份证雏形曝光以后啊，这个政策确定了是不是？还没有。还没有，现在就是啊，在我们那个啊，把他这个征询大家的意见以后，收集各方的意见，会再来讨论。里面呢、啊、提到一个啊，就是说新版的晶片身份证的资料里面，分为显性跟隐性的一个资料。是，我听我问你，是要显性上面挖沟，啊，要个隐性上面资料、哦？这个所谓显性、隐性，就是说。简单的显性就是印在顶端的啦、哦，大家拢有看的啦。啊，上面有没红灾？上面有，上面有没红灾？啊，这就是大家爱讨论啦。页面爱红灾啊，啊，但是像有的人说出生年月日爱红灾不？这大家有意见啦。就是囡仔嘛，咱爱红灾不？给身份证要怎？要表彰什么？一定爱啊。有人讲伊的年龄是秘密的，哦，所以后人爱出丢嘛。甚至有人讲性别爱隐藏，这个就重点嘛。后人讲性别爱隐藏，国话会多好起来。你们那个重开奖里面呢、啊，有针对整个到底身份证配偶栏要不要把配偶放进去啊？我看你们有做一些意见的讨论哦，有没有去做整合？那个还在资料还在收集当中啊。啊，现在呢显示出来了？没有，那个有、那个、正反的比例是怎么样？赞成的、反对的，大略。时间还没有到。买的时间还没有到啊！你们说弄国林弄干了，开放一个论坛，底下弄不能给你看。他有一定的那个时间让大家去讨论，讨论完之后我们才会走。对了，阿基嘛赞成的较侪啊，反对较侪啊。这个我还要回去查一下。哦，你唔知，来保定我的有，你较内行，你请回啊，那就代表你无做弊啦。赞成的我有应该是较侪啦。你有卖坑配啦，你较侪派配偶啦，你较侪。哦，你配偶嘿啊？有配偶，这个现在一半一半，但有些人认为是说这个婚姻状况不是必然。是需要揭露的事项，但是有的人也认为说，啊，这个是过去以来都有揭露，所以应该保持揭露。大概现在还是有不。这有揭露呢，惊人知嘛，怪怪哈。他认为这个是他私人的事情。那当然，正反的见解一定会有。他会认为这他本身的一个隐私啊，这样变成说，我干嘛必须把我自己是不是单身，我有没有配偶？来向对外来做揭示，理由可以通啦、啊。可是我看到啊，
正反的意正的意见里面就讲说一定要放，他说不然呢怎么会啊会有人已婚的假装没有结婚方便外遇，那有人认为说就刚才你说的那些，但是部长这七十天里面我觉得你都避免这有空无顺的嘛，这不是啦，你这样说就没公道啦，这个咱的身份证要换发是十天换一次，这是既定的时程啊，现在要换到底是要再继续抓本还是要用 IC 卡，所以要讨论啦。啊，那我该问你啊，那都你的既定政策啦。我若无去接到你讲，七十天了，哇，你即马就开始伫遐咧讲哦，十天十天啊，讨论一届，咱顶跩一定就讨论过你们各部会到底有没有去做统合咧，对不？所以即来讨论啦，啊，即你足大的即个改变嘛，因为全世界大概80%-90%拢已经是用晶片卡啦，吼。都是用主要的国家都是用晶片卡，我感觉是适应这个啊资讯的时代是要用晶片卡，但是晶片卡里面变作显示这些资料，这是野菜的讨论，这是公共议题嘛，不是讲谁收了算嘛，所以我感觉讲是啊经过充分的讨论，这是较好的吧。对啦，这我感觉也未歹啦，但是部长，我问你个人的意见啦，我讲你也真趣味啦，你这部分哦，我拢有常常会有权威的见解啦，咱现在婚姻是登记婚呐，哦，连通奸罪啊都还存在了，以前也处罚第三者了，所以部长你认为哦，这个方式到底是要甲下较好，还是卖下较好？我感觉是这个吼，在登记的项目里面哦，不一定是爱显示的，配偶栏是不一定要显示。安尼我甲你折中，其实本席认为选填自由，这个也不是。当然，这也是一种选项。当然，这是一种选项。你当公，我身份证，我自己来选择。婚姻是不是个人的私事？当然是。是不是一种隐私？我想当然也是。可是既然才登记婚嘛，你像有些国家，你在美国的加州，你注册结婚的时候，啊、你那个选择注册是，你那个婚姻要不要公开跟非公开？一定到代级。哎，这个也是一个好。农历也是，也是一个选项，大家可以讨论。但是哦。我甲看，我为安尼拨算入来较紧哦。规个身份证的政策，伫你成为人的主政之下，一直改，逐步是咩改？你改到尾啊，然后变悠游卡。我甲你讲，啊，以后摕迄张去便利商店，会当刷卡买东西。这嘛是先反驳，无一定是好代志。我甲你讲，这个身份证内面会办保留一个格位，让他去可以加值利用。这嘛是我的想法之一。袂歹啊，所以我就甲你讲啊，剩七十天啊。这个东西啊，如果说啊，在你任内有办法敢当敢去一个拍板做一个决定啊，我即马来拍板啦！你一定讲哦，我是安怎等下剩几七十天尔，赶紧才重大决策，开足济药个钱，即马就来决定啦，我嘛未决定啦。我甲你讲，你内政部甲你本身的看法啦，你咧念头好，你咧讲你两句话，你就气压压，这个本来就跨部会的，你还真以为内政部可以单独来做一个决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那个英文的别名啊，是你到底那个坑入去不？我替我劝告你，我们是建议放进去。哎呀，假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Wilson， 哎，啊对不对？哪一个法律规定你的英文名字要叫成叫做这样子？哇，现在是为了你很多这样的需要，黑喜街方便性，啊对不对？方便性啊，你如果放上去以后。你给人讲，你讲我这个英文名字不好，啊、我要改。有这标准的拼音法。那所以说啊，对不？你敢知影阮主席黄昭顺的英文名字上？我以前汉语拼音的迄、那个伊有一个规则，咱政府主权有這個。所以我认为法治不完备啊！我甲你看了，我英文名字，大家甲写我英文名字，大家拢阿写唔对去啊！那版本都会不同啊！所以你放进去，我们并不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强制说你的英文成为人的名字叫做英文名字是什么？庄瑞雄的英文名字怎么拼？那嘛不嘞？没有知识版本啊。passport 里面有啊。啊，嘿，干那 passport 啊，我得干马兰叫那个叫做 Demi 啦、啊、，Amy 啦，改个名那倒嘛倒袂起来。那是另外一个名字。所以嘛，那叫别名嘛。啊，所以这个政策啊，这个部分我认为啊，那邱家立的给他思考啊。不够周虑的、啊。好，我们再来研究，好，好不好？好，谢谢。来，接下来我们请林立产委员发言。